因为我小时候是不好的小孩嘛，那我被社会辅导，所以我对社会回馈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。帅气的，帅气的。老肖萧敬腾二日出席电玩代言活动，据悉这代言的价码可是高达个三千万、十万啊，八位数。P.S. 他的年收获七亿，是会赚又有爱心的老肖，日前才捐出55万元、100包饲料给流浪犬收容所，可养活3000只的流浪狗。此外，又豪捐100万帮助贫困的急难家庭，真的很感动呢。我入行第一年，我就决定我每年一定要有某一部分的收入是要捐助。你知道，其实要做，马上就可以做，但是你的人力是最缺的。而聊到家中养10只毛小孩，他眼睛都发亮了。我很聪明啊，我也不会放一些东西让他们弄坏啊。我家的猫很奇怪，喜欢在高空呕吐，然后我家的猫很喜欢从高空往下跳，所以我家常常会下猫雨。家中那么多毛小孩，是不是还缺一个女主人啊？不会啊，我爸妈不会希望我结婚，他们觉得我永远是他们的，我不用结，别人结啊，别人结也可以，要不然就敌人结嘛。娱乐大新闻，好冷呢，报道。